民众党立委黄珊珊与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先来到城隍庙参拜祈福，同时也到仁爱市场走访。基隆市长谢国梁跟副市长邱佩玲也邀请黄珊珊品尝基隆的巷弄美食，互相交换市政意见，双方互动温馨。今天主要是我们跟地方党部，我们本来就会排定每一个月我们会有一次的相关的基隆的活动，那这是我们扎根基隆最重要的也是这边的责任区，我当然每个月都会来一次。那谢国梁市长他等一下中午的时候，我们会去跟他吃个小吃。我觉得他在站在市长任，他来推广基隆的小吃，我们当然就很尝。副市长来，黄委员来基隆，大家一起吃个辣丸，然后交换一些基隆市政的意见。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对的，那当然做市政部分对的，本来就应该来互相沟通。所以我们有很多民众党的市议员或是立委，觉得跟市政可以从中央跟地方有连结的，都很希望大家互相合作，抱着合作的目的而过来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